近日王健林一家三口亮相合肥某活动，三人很近同框，王思聪母亲玲玲一袭白衣现身，气质优雅，一点都不显老，一路由助理搀扶，王思聪一现身则成为全场的焦点，身边的美女环绕争相与他合影，相比之下王健林则显得暗淡了许多。不过从照片中可以看出一家三口的感情非常好，玲玲坐在第一排面带微笑看着津津有味，王健林和王思聪则分别坐在玲玲两侧，看起来和谐幸福。